我是六，我是 U， 今晚是星期二，所以我们来加娃娃。各位，今天呢又是非常性感的一集，我们已经决定要讲什么了，给大家看。你的菜呀、啊，是你的菜呀、啊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他做的很精致，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我要讲的，今天要讲的是，噔噔，纳米海贼王 One Piece 的各位。真的，这个系列越做越过分，连他连裤子的纽扣都没有扣哎，这一次有吗？内裤真的就这样给你看哎，然后，你看这个镜子的位置有吗？那这个很正常嘛，就是背面嘛，下面这个镜子完全就是变态的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他的拉链没有是开着的？为什么拉链是开着的？因为晚上要去尿尿。不，这个是可能他是在海滩那个嘛？你看海滩，他正在脱鞋，他应该脱裤子，我准备好去尿尿，准备好去尿尿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取名为"准备好去尿尿的娜美"。不是啦，这是一种女人耍性感的方法吧，在沙滩有没有拍照？对，我对，好啦，我来夹，因为性感的我比较在行，而且有嘛。他一定很人气，你看这么多哎，四架都是他的，所以我们要夹哪一架呢？那我们就随便夹第一个好了。好啊。盒子有点重。夹边边，哎呀，多了一点点嘞。哎呦，不错啦，不错。哦，有哦。单脚泡温泉，夹后面。各位，真的，我跟大家说过的，美女就是比较难钓，比较难夹，卡住了。这个我们叫店员吧，对吧？因为可能店员会很亲切的帮我们摆好比较容易夹的位置，因为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夹很久了，要呼叫店员，不要重蹈覆辙喽，各位，我们要好好来这一次。跟刚刚一样。换一台吧，换一个心情，换一台，重新再玩一次。好像很难哎。就不信夹娃娃大学毕业的六夹不到。哦，哎呦，这一台好像比较亲切哦。因为这一台好像比刚刚那个，它可能是里面的物品的位置啦，重心可能是在我们这里面，是不是好拉？
抱起来吧，把纳米抱起来吧。啊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我觉得。有希望。所以很重嘛，所以因为所以很重，因为所以很重啊。我要讲几次，组这很性感的纳米，我们得到了尤玛。没有今天，因为上一集尤玛夹得太厉害了，你们有看吗？上一集尤玛连夹三个，很强，所以这一集可能运气跟实力都被尤玛抢走，被吸走。没有啊，所以我没有的，我今天玩的还好。那给大家看一下纳米的这个，我们就回家吧，因为我们可能还不打算开箱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家务再见喽，拜拜。